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应讲净土十二论呐。那么净土十二论，今天要讲入第二个疑问呐，也就是对这大自在佛法的众生，众生对这个往生净土种种的疑问、种种疑惑呢，伊个浓缩起来呢，分做十点，十点疑问。以离开我啊！我迄天有讲了，众生不离不我啊，小离小我，大离大我。你若无怀疑，你永远呢就无就得到这答案呐。啊，小可怀疑就小可我啊，大大怀疑就大大开我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唔惊你怀疑，唔惊你质疑，上惊你永远呢有怀疑佮唔问呢，不离不问呢。你永远都未开悟，永远存在问题。所以呢，今要讲第二个疑问哈，到底第二个疑问如何呢？来注意看好。问：诸法体空，本来无生，平等寂灭，今乃摄取求必成西方弥陀净土，岂不怪你哉？又经云。若求净土，先净其心，心净故即佛道净，此因而通。诸位看清楚啊！伊即阵徛伫讲哦，有一个人执理废事啦。伊讲诸法体空，本来不生啊，平等即灭啊，何必着求生西方净土啊？只要你心清净就好，国土就清净啊。安尼是毋是呢？含道理上的有少违背呢？伊讲这问题啦，无毋对啦。众生拢是爱公理啦，但是你事项做未到，安尼共款呐，理归理，事归事啊，是毋是啊？像一个人做公道理哦，哦，讲卖贪心，卖共嫉妒，卖共怨妒。啊，唔过拄到代志时啊，家己就站袂住，控制袂住啊。伊的脾气比别人较大，伊晒个性比人较强，伊怨妒心比人较热啊。哦，比人较好食醋啊。但是伊讲到哎，好天花乱坠呢。所以讲，执理废事袂使，道理通达，但是事项爱渐渐做，渐渐做。大家呢，理事无碍，你知影吼？理就是事。书就是你，离开你无书，离开书无你，你书不离的境界，这才真正解脱啊！啊，今仔日呢，你就伫遐共讲哦，啊，心清净就是净土啊！请借问你心清净未？哦，你讲诶，哦，唔好共怨妒、共嫉妒、共食醋，啊，请借问你共怨妒、会共嫉妒、会共食醋未？那一个会呢？安尼你就唔免呢来往生净土啊！你心若清净，哦，你就要往生阿弥陀救世界啊！这叫做执理呀，执着这道理，啊，事项甲废掉，甲否认掉，安尼唔是佛教讲的道理啊！佛教是讲理爱通，啊，事项爱正，以事正理，哦，大家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理事无碍，理事不离的境界，这才是佛门的诉求，佛法的宗旨。做清楚吼，好，啊，就一个人啊，叫伊修改哦，好用甲冠冕堂皇的话，甲你搪塞呢，
用心病扶老乞丐啊！哦，听你甲地炸硬之下哦，就有道理哦。安尼阿布啊，问你一句话啦，你心病未啦？哦，你心内阁起贪心未啊？甲万道制度食错咧啊？心肝病啊？啊，既然阿未病，你乖乖乞丐哦。啊，这人都怎么理咧？讲心病扶老乞丐，我心就平定啊，解脱啦，何必就乞丐咧？啊，你敢病啊？问你一句话就好。哦，卖只死硬的寸杯啊，卖只强词夺理啊，翻茶加入灶啊，这款咱全世界人啊，每每拢看得到，叫做执理废事啦。道理通达两三分钟就会当解决了哦，就当了解了哦，但是你做未到咧。所以心无病，敢会当无乞丐？你心无解脱，阿袂大家诸法皆空，阿袂大家呢本来无生，阿袂大家呢平等寂灭，你敢会当唔免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呢？因为极乐世界是净土啊，哦是阿弥陀是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修行，成就庄严，也是净土啊，是圣人的世界啊。啊，咱这凡夫恶世世界是凡夫造业所感召的世界。是秽土世界，一段是恶事。哦，能将迄对比啊，一个是清净，一个是误会的啊。啊，你误会的世界，也都是恶事世界内底，这不是净土？你住咧家地，逐工哀求啊，逐工也叫苦连天啊，万天万地万父母万顶死无提起，万的你菩萨未听话啊，就万来万去万无万见啊。哦，你敢袂当无求什么净土？安尼你还佫伫遐甲人讲哦，诸法皆空啊，本来无生，平等寂灭啊，安何必着妄想净土咧？所以天下间啊，天下间都是这类的人类啊，哦，执迷废事，这真严重。好，那么咱看地价大师伊安怎讲回答下？哦，伊讲有一个人执迷啊，讲诸法皆空。本来不生，平等寂灭啊！哦，何必就下处求比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安尼是毋是含道理成违背啊？呢，前面佫讲啊，哦，那求这净土呢，先求呢清净心，心若清净，国土就清净啊！安尼要再有解说啊？这叫寂灭废事，凡夫众生十个、十一个哦。哦，敢讲迄人都再来哦，心阿袂清净的啦，你敢唔免求生净土？哦，啊你阿袂大家无生法忍的啦，敢会当无求生净土？平等即个你阿袂够的啦，敢唔免求生净土？诸法空相是空相，你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头壳莫计烧啦，敢大家诸法空性啊？好、哦，两者袂够的啦，但是道理你知啊，道理是对啊，但是你都唔对咧。所讲唔得，容易做未到啊！来，再个听好哦。咱看地价大师安怎回答下？不愧是圣经，好，来听好。答：色有两字啊，一字总答，二字别答。总答者，你若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，即是下处求彼，不中立者。你入处住处不求西方，即是下必着处啊！处还生病，不中你呀、啊！又转给人，我亦不求生病，亦不求生处者，即断灭见。故金刚经云：须菩提，你若作是念发阿耨菩提者，说诸法断灭相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发菩提心者，依法不说断灭相。哦，讲得非常水快啊！你看，不愧是一个大师啊！伊讲，加多迄个问题，有所有天下间真济人会执着这个问题吗？诸法皆空，本来不生，平等寂灭呢？那么，既然道理就安尼讲啊，何必就？下处求彼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意思讲，哎，远离五浊恶世，远离这个秽土，远离这个五浊恶世，
哦，一意呢就要求生西方净土啦，安尼是毋是含道理有相违背啊？生即是无生，无生即是生啊！那么经典嘛，佮讲啊，要求生西方净土呢，那么你当下净你清净心，心若清净，当下这个世界就清净啊！哦，有人质疑这问题啊，那么咱个地价大师就讲话啊。分作两个角度来解释，第一叫做中答，第二叫做别答。那么中答要如何安怎解释呢？伊安尼讲，伊讲如果你呢，那是讲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哦，那么就是代表着呢下处求彼啊，哦，根本就不中立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叫逆欲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。那么这是下处求彼不中立为假呢？伊是讲要远离这个恶作恶事，求生阿弥陀佛的叫世界呢？哦，按照下处求彼的这款观念嘛，有来有去嘛，安尼感觉无生境界都未通啊！哎，那么伊反作同我讲啊，讲你那是执着讲哦，爱住伫这个娑婆世界，一定唔爱求生阿弥陀佛叫世界呢？安尼嘛是生病，对不对？那么往生西方圣人的所在较好啊！哦，你就无爱，你偏偏讲要留在这个娑婆世间度化无量众生，要念伫这五浊恶世呢？安嘛是有病啊！你何必着在意固执，一定要留在这娑婆世间呢？哦，不愧是圣经啊！讲你家地理嘴开开啊，唔知怎回答啊？你无爱求生西方净土？哦，那嘛是款执着呢？你讲人往生阿弥陀叫世界，这是款执着。哦，啊，你要留在娑婆世间，故意留在娑婆世间，这嘛是有病啊！哦，哎，无定着你讲，无爱，我无爱呢，我要安怎呢？我无想要求生西方净土，啊嘛无爱留在娑婆世间，安尼呢叫断灭去啊，相边都空就丢了，两边都空。哦，哎，佛法无讲这两边落空啊，佛法讲是上中道啊，所以唔得运用这金刚经呢，伊安尼来讲啊，讲释菩提啊，哦，你那是安尼念，你那认为安尼这个观念是对，以为讲发阿耨三藐三菩提，哦，讲诸法断灭相呢，安尼唔对哈，千万唔忙安尼讲哦，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在一切法的当中，不说断灭相呢。一听有无？这是有人讲，讲空亦执着空，讲有执着有，哇，两边的执着就唔对呀。哦，佛陀说空，你执着空啊；啊，说有，你执着有啊。安尼不一样，因为空无离开有，有无离开空。离开空，另外有有呢，魔水；离开有，另外有空，也是魔水。因为色空不二啊，性相不二啊，性幻不二啊，哦，净慧不二啊。佛教是讲是上中道道理的，唔是另外离开这个有，另外有空；离开这个空，另外有有的。譬如讲啊，哦，如本法师这仙姑啦，讲是空，讲是有呢，拢对。但是呢，答对了二分之一尔，因为色空同时存在啊。我的身躯是空性，但是你袂当否认我四大五蕴之体啊。离开五蕴之体，另外有一个空性呢，介为魔水，唔是佛水。因为我身躯四大五蕴合合呢，空性是因缘合合的，五水即是空性啊。啊，但是空性无离开这四大五蕴之体啊，就一体两面水啦。安尼讲起来较有啦，所以讲我身体是空的，哎，车顶有一块黄菜伫遮，好好，你讲是空的，哦，啊，你讲是空性的，哦，安尼车顶问的，我这身躯是可坏性啊，哦，无唔对啊，啊，就如果也是不空的位置呢，我这身躯永远的未生灭，未生老病死，但是天下间无这个物件，凡所一切法是皆是因缘合合啊，合合的一切法。当下是空性的，百分之百正确。所以有一个人讲，
我无爱往生极乐世界呢，伊要留在娑婆世间，这嘛是款执着啊！啊，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人，有一个人讲话哦，咁一定爱执意往生极乐世界，哦，留在娑婆世间就可以啊，安尼嘛是唔对。啊，有一个人佫愈巧，巧到愈离谱去。讲我无爱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我嘛无爱住在这娑婆世间，无要念去倒位去啊？哦，哎，断灭去啊呢，两边都空呢，浮在半空中浮浮的呢。吼、哦，一个人都巧啊，巧到阵讲一句话较歹听，都干呢就丢呢呢。哦，相边拢无爱，相边都爱，你要念去倒位去，你嘛袂使好认掉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要讲话啊。佛陀是讲这实相中道道理，实相中道道理呢，你若无甲认识清楚吼，了解色空不二，净慧不二，幻性不二，性相不二为者呢，你就相平呢，安尼拢总是虚讲啊，唔是佛教所讲的。一般人认讲安尼有看到这物件，安叫做有啦。当这物件消失去了后，无看到诶，叫做空啦、啊，安对唔对？唔对去啊！这世间人的偏见，佛教讲诶，色空唔是咧解释呢。讲这拳头某一粒，当下就是空性呀。离开拳头某，无空性可说。空是建立在有，即个拳头某身上讲空呢，唔是离开拳头某已经消失无去，叫做空，当体即空啊。所以讲，亦空亦有亦中啊，空假中同时存在。离开空无有，离开有无空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色空不二的。爱听有吼，一切拢面对就对啦。哦，这道理那无法度了解为正呢？你还阁是三宝的门外汉，还阁唔知佛教讲啥？绝对有甲绝对空，这是世间人的之见，唔是佛教讲的。色空不二的道理哈，爱记好哦。所以啊，咱就要讲话啊。那么在修道过程当中呢，那无法度了解实相中道道理呢，这个还搁伫三宝门外，还搁爱去探讨呢，还搁好啊研究呢。好，咱看地下大师要怎回答这别答的问题啊？来看，别答者。夫不生不灭者，以生缘中诸法合合，不受自性，丢于形体，也不可得出生。生死生死无所将来，故名不生。不灭者，诸法善时不受自性，缘我善灭。此善灭时，其无所知，故言不灭。非为因缘生活，别有不生不灭；亦非不求生净土，幻作无生。那么这道理啊，就稍微动点脑筋去了解哈。无你看这名词，看这道理呢，你看你家己，大字多捌啊。唔过真正意境，你不一定知哦。所以如本一定要讲到你听有。那讲到你听无，唔是叫做如本，如本就是讲到你听有叫做如本的，嘿，知影吼？啊，但是有人点一个点一个，像蜻蜓点水呢，解说一个安过，你听无？哪知哪唔知？哦，唔是讲到你听有叫做我讲浅呢，我无内容呢，安尼讲误会哦。无我感觉念一遍，讲一遍，你敢听有？百分之百听无？哦，唔好念一遍，你看你听有无啦？来看好哦。别答者，夫不生不灭者，以生缘中诸法合合，不修自性，究于形体，也不可得出生。生死无所将来，故名不生。不灭者，诸法善时不修自性，缘我善灭。此善灭时，其无所知，故言不灭。非为一面生活，别有不生不灭。亦非不求生净土，幻作无生。你敢听有？那听有，你就开悟真久啊！所以呢，真正法师拢咧念过、大过、讲过尔，要深入个跳开啊！
我听的人诶，听嘎嘎咧，顿顿咧，讲我做伊做搞讲，讲做轻诶，讲伊听无讲，甲伊听无讲，我做搞讲，我做怪轻呐，怪有水准就对啦，讲错了。都外深的道理，如本来做讲甲你听有啦，无安尼浪费时间呐、啊，啊，看法师伫遐咧讲者讲者尔，无得得到利益啊。讲你听无叫做深，啊，讲你听有叫做就叫浅，安尼误会哦。所以我即马讲做白话文，你还阁无定知啊？来听好哦，我化作白话文。别答如下：所谓不生不灭的道理啊，是指生的因缘是由诸法合合而成，伊是无一个坚守的自性，寻求生物之本体，却是也找未到形体不可得。诸法生时不知从哪里来，所以称之为无生。所以不灭者，不灭是指着诸法善时，伊也无坚守一个自性，所以我要善灭咯。诸法当伊善灭时，不知伊到了何处，所以叫做不灭。所以说，并不是因缘生之外。另外有一个不生不灭，也不是说不求生净土叫做不生。注意看有无啊？吼，这看你家这里会闹顿顿哦。答案一定合理啊，你唔在听有无？哦，换一个一知半解来咱讲详细。意思就是讲，什么叫做不生不灭呢？来解释你听。生是指的讲。诸法因缘合合啊，当伊因缘合合的时，伊嘛无个执着讲诸法伊因缘合合，修有一自性，好、哦，一听好无？这点真要紧哦。所以呢，诸法本来是不生啊，哦，啊生时伊也未个在意讲，哦，我是安怎生安怎生安怎来安怎来，你若个执意安怎生安怎来呢？一直有来有生有去啊。所以诸法伊合合本来是不可思议的啊！哦，啊，诸法要善灭的时，啊，伊嘛到底为倒一时呢？这因缘来决定的啊！哦，无善灭讲一定一个所在，所以呢，不生不灭简单讲啊，徛伫咱的自性来讲，陈教授讲经甲只嘛将近要二十分钟啊啦，偌济生灭啊！啊，生灭是生灭，有生灭无？无生灭。如果若有生，一直有灭的位置呢？安尼应当灭不再生，啊生不再灭啊！啊，可是问题唔是安尼啊！哦，生灭当中去见迄个不生不灭，迄阵真正功夫。所以大不济经讲啊，凡夫见了不生不灭，我当作生灭啊！啊，诸佛伫个不生伫生灭的当中，看到为不生不灭。这外在生灭的当中呢，最后伊嘛是无生灭啦。如果有生灭的位置呢，我这句话讲会煞去呢，后边不能改再生啦。啊，为何会阁生出来？因为呢，也不生啊。哦，生是无生啊，啊，无生是生啊。我、哦、离开生并无有这个无生啊，啊，离开无生并无有这个生啊。生即是无生，无生即是生。生跟无生不二啊！那无就透是这点位置呢？你对这個不生不灭的道理，有缘也阁未是不觉，未是不觉，无就见性啊！虽然佛教讲你也无悟这個不生不灭的菩提本性位置呢，你犹阁呢？伫三宝门外，也阁在探者探者尔，摸不着这佛法伊核心，见不着边缘呢？总共一句。生灭是建立伫不生不灭来说生灭的，哦，离开生灭并无有这不生不灭啊，哦，比如讲我讲过了，我讲话只嘛才二五分钟啊呐，这种生灭对唔对？但是敢没有生灭？无啦，啊，若有生灭，哦，因就不应该讲到二十五分钟啊，所以生其实是无生，灭其实是无灭。啊！离开生灭呢，见了又不生不灭，这才真正功夫。你投胎转世啦，
死偌济遍，生偌济遍啦。啊，今仔日呢，佫生来伫这人间一撮啦。哎，有生命无？无生命嘛？你生无生命嘛？你看到这幻化希望的肉体，哦，啊，看到这起心动念，看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当作有生命，你何止假象偏激啊？伊的体并无生命，你看到伊的作用而已，伊的作用乍看之下有生命，其实啊，伊这个作用也是来自于伊的本体，离开本体作用不可得，离开作用本体也不可得，因为作用就是本体，本体的作用。哦，作用跟本体画上等号啦。如果哪样透视这点呢，给你恭喜咯。当你作用时，体在作用中；当你无作用时，作用归体，体用不离啊。所以今天讲这道理啊，那无相当有福报，有福报人，有福报人听袂到。啊，听无不要紧。哦，这 DVD 光碟片。佮佮转倒转来，佮听两遍、三遍，保证伊悟入这道理。哦，一定开悟这本性真，袂讲我就一定悟入来啊！唔是永远伫生命的当中过活呢，因永远做凡夫众生，六道轮回拢有离分呐。你若要透视佮到以上我所讲的这道理呢，你永远拢总是呢三界苦命儿，六道流浪汉。所以自性不生不灭呢，我分作体甲用来解释。体就是不生不灭，哦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的道理，那是了解吼、哦。作用就是用啦，用呢生灭，而不生灭，不生灭而生灭，啊，生灭含这个不生不灭是化上等号的，所以作用。乍看有生命哦，但是伊敢有生命？伊无生命啦，伊是一个幻化希望。这幻化希望嘛，来自于咱的本体啊。哦，你若讲这个生命有生命，就等于讲你的本体也是有生命啊。哦，啊，但是你本体并无生命啊，也因为本体无生命，所以呢，伊怎有法度无一个生命呢？啊，如果那是伊生命冻啊，就是泡沫呢，是无去。但是有又搁生起来，就是代表呢，伊无生灭啊！啊，你看到这生灭是加上和这个假真相，互伊骗去啊！哦，去了解无？哎，我这点伊嘛哈。所以咱讲话啊，所以修道人那无法度悟这个生灭，就是呢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生灭，尤其是这是不生不灭。是来自于生灭，哦，啊，唔是离开这个生灭，佮另外有不生不灭哦，哦，譬如我拄个讲过了，起码才要讲三十分钟啊，哦，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拢来自于本体，本体无生灭，只是由本体所起妙用而已啊。你看这妙用的生灭，就当作本体有生灭，安尼唔对。这个供应第三遍啊，哦，好，就听我。那么，咱地价大师一路解说也好，挂号。为主中论基因，因缘所生法，五随即是空，亦名为假名，亦名中道义。又云：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强不无因。是故地无声，水好爽快。那么听就听这话呢？因缘所生法，五随即是空，亦名为假名，亦名中道义啊。甲一代如来圣教呢，讲真讲完啊啦。哦，凡所因缘所生法呢，哦，无一人迄人法呢，讲伊不空的呢。样样一切诸法拢种空性，所以是假名啊。为了假名，因缘合合是一个名相呀。哦，迄物主嘛是各种因缘合合的呀。啊，离开合合的，一切法不可得啊。凡所法，法是因缘所合合，离开因缘，一切法不可得啊。哦，一空性的啊。
但是空性不改家有啊，哦、啊家有不改空性啊，这物件是空性的，但是无妨害到这个物件伊存在，啊存在物件当然有个空性，一假一空一有了，空假中同时存在，这才是讲的中道法呢、啊。伊个讲哦，啊诸法不自生，什么意思？诸法家己未生诸法，哦，诸法之所以诸法，就是因缘合合，哦，啊离开因缘合合，伊这话就无得成立嘛，也不从他生，嘛唔是讲这个法是由别人代替生呢，安尼讲唔对哦，哦，比如这照相机就好了，照相机本身自己嘛是呢，各种的条件，各种的因缘合合。有塑胶，有白铁啊，哦，有个快门、闪电、哦，电池，种种的电子仪器符合未啊？哦，啊，这照相机未阁成照相机啦，哦，各自独立啊，哦，啊，独立当中的是由种种因缘所符合啊，哦，因为叫做也不从他生，照相机家己未生，唔是叫别人生呢，嘛唔是。迄、那个物件，第三者、第四者嘛是阁种因缘合合啦，不共不无生呢。啊嘛唔是讲共同生呢，即、這个照相机含即个照相机两个共同阁生一个物件出来，好无就代志啊，叫做不共生。哦，啊不无因是啥物啊？啊唔是讲自然有诶呢，天生诶呢？佛教无讲诶自然，无讲诶天生诶，啊讲天然生诶，讲自然生诶，迄种外道，凡所法拢总是因缘合合诶。啊，佛法的一切法呢，当下天性是空性，是不可得的，是无我的。当下是动体呢，即空即有即中呢。哦，三者同时存在，空假中的同时存在。诸法本来面目就是安尼啊。哦，是故即无生啊。因在讲诸法本来就是无生法啊。爱做了解吼，那爱就用了解佛法哦。嗯，有一皮毛啊，核心应渐渐应软入去啊，有悟入去就对了。所以佛的弟子呐，咱悟一面法呢，恁开悟一半以上啊啦。哦，你看，舍利弗尊者本来是外道，阿弥经佛做出家是一外道的修行者，伊地位应大家要开悟见过边缘，都差一点面角摄入去。这无几名啊，客无几名啊，哦，那么迄个时阵呢，嗯，伊面的形式啊，多一处呢，啊，是山坡地去行路经行呢，常常看一个沙门先生庄严，伊看你家己真感动啊，呜、哦，讲呼东东沙门啊，哦，三千威仪，八万世行，这出家人威大威大威大。哦，前方道佛道貌岸然啊！我三千个位置行路呢，哦，庄严度吼，每一个面角，每一个角度，从看拢哦，三千位置啊，八万世行，每一个动作，初一位呢，行路呢，从看你家己，哦，真正有一个修行人，伊个中风就对了，哦，偏偏风度修行人呢，哦，最后边啊电风扇吹着呢吼，迄家己飘飘的吼。哦，迄新角色你了，新的面貌呢？啊，下日看人，哇、哦，到这东东沙门呐、啊，只有三千威仪，八万世行的庄严性，一看人哦，心道应服了十分之七啦。一阵达瓦去甲请教，迄阵马上 BQ 了。伊讲啊，请借问这位沙门，你学的是啥物法？哦，你老师是啥物人？伊就讲，讲我跟随当今的佛陀世尊来出家修行，伊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多，哦，有三宗十二部教证遐尼多啊，所以我一时也讲未完，讲未尽，哦，也真深奥。我记得起来当中的佛陀有安尼讲，伊讲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啦。不愧是接近要开悟边缘的舍利弗，敢那发照了临门一七年啊，
甲讲者了，伊就悟有这深深的因缘法，就觉悟伊。哎，当下就抛弃了伊所谓这个外道的修行观呢，真是释迦牟尼在出家修行，甲剃头了了。那么当下呢，哦，下了分呢，就正悟甲阿罗汉的故意。佛陀当下说因缘法给伊听，就悟这因缘法来开悟啊。所以因缘所生法，我随即是空，亦名为假名，亦名中道义啊。诸法不自生，哦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强不无生啊，是故地无生啊。听了这话了后，下流顿正就是阿罗汉的故意，你看嘛？这话是讲了所谓呢，哎，因缘法，即空即有。中的道理，空家中的道理，所以啊，如来一代圣教隆重讲一面法，为世间法一直讲，讲到出世间法，能讲一面法，哦，离开一面法，无一切法啊。所以如本讲一句话，离开咱这娑婆世界讲一面法。讲走去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八万四千里，乃是他方世界、无量世界的迄个所在呢？迄个所在也要讲法，爱讲一面法，离开一面法，无一切法，你知影吼？哦，你讲这个照相机啦，这盘的花啦，咱的身躯肉体啦，这三无大地一月青啦，哦，这三无大地啦，拢都是一面佛法吗？噶唔是咧，接地球来讲啊，地球嘛是种一面佛法啊，伊个地心有泥浆啊，啊有这个硫磺哦，有这个气体啊，哦啊这个表康诶，有树木啊，有石头啊，哦有萝卜椒啊，啊有这泥巴泥土啊，哦啊个有地有精神啊，种一面做佛法啊。啊！这一面家己开了，提开了呢，这地球就无存在啊嘛。可见呢，这个物件总是呢，种一面合合，离开种一面，一切法不能生啊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所以下里有条马性比丘，说了这四句偈呢，当下就感悟正悟意啊，赶紧去找佛祖啊。佛祖个剃头呢，哦，讲了几句话了，当下哦，就正成阿罗汉的果位呢。你讲马上比丘啊，这四句话对舍利弗来讲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句偈啊。伊讲啊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啊，常作如是说。我世尊就是佛陀啦，伊常常讲这话啊，凡所一切法，皆是生灭啊。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啊！涅槃即净，这是诸法的本来面目啊！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！这拢是过去遐阿乱开悟最根本的一个教义就对。到最后远离这个生灭法，进入这即净的菩提本性呢？怎回流于本性，进入本性，正成故意啊！哦，所以外口物件看起来有生命，但是咱的菩提本性并无生命的。如果一味伫外口的生命加以执着，哦，加以贪爱呢，拢认这个色相，认这个外在，认这个花花世界为主人为食呢，你永远都看甲戆戆色，永远伫个春夏秋冬呢，底下会转甲戆戆色，永远伫个神珠悟空的当中。和看看公共事，和先落病树的生命法当中看看公共事，所以无法度远离这生命上，进入这个不生不灭的菩提本性入来的时阵，你永远就是凡夫，永远的爱做一个三界苦命人。所以修行唔忙认这个生命法，最后在生命法当中的回光返照，照见本性。找到这不生不灭的本性，才是咱当今之物，也是咱每一个佛的弟子呢，伊所求终极的目标啊！
如果连这点都无法当认同为正呢，你还阁徘徊伫三宝门外，门外还着丢呢？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会晓修行人是法即对人，未晓修行人无悟道人，永远人去对法，对未着就对未着，啊会悟未悟，当然刹那之间，未觉脱会过，会脱未过呢？所以啊，在佛陀时代有一款叫独觉的尊者，独觉就是呢，我这因缘来开我正果。较早佛陀时代讲一个独觉性，即几乎呢，伊伫树下伫参禅，伊我这因缘法，伫我这我，身躯有生老病死，花有花开花谢。气候有春夏秋冬，地球三无大地，有成珠异灭，成珠坏空啊！这觉悟才对。上阳半空中的树叶啊，真得是飘来呢，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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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呢。外在有成灭，原来我的菩提本性无成灭啊！我这本性一般。我的本性动荡不安，如何生死轮回？哦，但是我这菩提本性永远都不生，永远都不灭的，无生灭，我了亦复生的呗。当下正性辟支佛出三界，看一片的树叶落来了，我这因缘法的生灭，伊本性无生灭，当下就正错过。不简单呐、啊！看一片的树叶啊落落来呢，就干五种草果呢。你干无法度，无你也坐在么树下哦。看树叶一片落落来，伊会开悟本性未？看种草果未？吼吼！我看你爬起你哦，我爬起你坐在你在么树下坐就对啦。啊，如本哦，爬起树头呀、树尾呀、又树叶啊，又当了了去。我看你连开悟都无开悟。什么一面幻，什么诸法一面生，诸法一面灭啊！所以哦，这爱有相当的慧根、善根、福德一面。这人我相信啊，接近这开悟正果边缘啊，小可有一个动静呢，这导火线啊，会悟入来。有一个导火线啊，有一个一面有出现的啊，就缺少临门一击尔啦。就这独家都欠这树啊落落尔，你听无？啊，稻香你只树啊，搭几片，搭个一丛树叶，树啊拢搭高了以后，伊阁无开悟呢。啊，这边这世地人来人间呢，都看这树啊搭落啊，一片的树啊都够啊，两片就断根的啦。哦，啊，树叶搭几趴落啊，哦，下个一丛树啊拢全部树叶啊，阁未开悟，迄断根中的断根的啦。养树的人拢是面角尔，外口三无大地。拢有伊说法啊！遐发生车祸，哦，迄人弄者呢，无死也报条命，伫遐哀哀忝，哀哀叫。发生车祸就有伊说法啦。哎呀，人生无常啊！啊，赶紧修行啊！虽然体悟安尼尔，毋过嘛是看干我啊。哦，哎，啊，火烧厝遐做水灾啊，遐有凶杀案，遐有奸杀。哦，一看我靠，心情未变，伊马上回公关讲：“啊，我见他人死啊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”这款就一样回公关讲人啊，我看别人死，唔是只死别人尔呢？哦，我心热如火，热蓬蓬。哎呦，这人暂未死，俺隔壁这俩个死。你看看，今晚会轮流我哦，吼吼，一心热如火，哦，又未雨绸缪，哦，一心真欢喜，今晚会轮流我。这款人有善根呢，啊，无善根人，厝边隔壁死两个，啊，隔无三工了，我后壁面阁死五个，伊嘛无动于衷啊，无感想，无感觉啊，这款是钝根当中的钝根啊。哦，现在讲迄个话咧，你去听哦。甲你讲，啊，这别人死死别人个啦，堪啊无地带啦。哦，毛即款人毋是无咧。哦，所以讲修行啊，
拢总是个眉工尔。这眉工闪袂贵，拓袂贵，你永远啊，正如本所讲的，这是三界苦命儿，欲多流浪汉。这宏观咱所有国人人人诶，哦，一当呢体会着啥？这眉工爱闪袂贵，拓袂贵，听经无论拢是眉工尔。你知影吼？哇，若知影时间到啊哈！那明仔载正道十二论，那么第四天同一时间再会。